所以每个人的发问时间是两分钟。那倒数一分钟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响铃一次；那满两分钟的时候响铃两次。那可以指定发问对象或者是不指定。那这边老师跟同学回答的时间呢是三分钟，那倒数一分钟会响铃一次，满三分钟会响铃两次。然后再请工作人员递麦给要发问的同学。Hello.